没错，接下来呢，准备要跟所有的朋友见面的就是统一的那个是棒球队，赶快用尖叫声来欢迎他们。那我们今天呢来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球员们，这个两边的朋友，你也可以跟我们的球员们打招呼，或者是索取握手，好不好？他们都非常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球员有准备礼物哦，就是呢可能会随着这个时代大道一边走路的同时丢礼物给大家，但是呢请不要推挤，好不好？请大家呢想要获得礼物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的球员呢热情的打招呼。然后另外呢，这一次统一兄弟联盟狮队呢是在亚洲职棒大赛当中荣获了第三名，今年是由台湾举办的亚洲职棒大赛，请大家再次跟我们的统一兄弟联盟狮队的队员们打声招呼，尖叫加掌声送给我们的球员们。好的，我们球员都非常的可爱，紧接着在我们球员的后面就是呢我们统一兄弟联盟狮棒球队的莱恩斯大气球。哇，好开心好开心。那这个莱恩师呢也请大家，我们今天还有人偶的莱恩师还有莹莹呢都有在现场，大家小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莹莹还有莱恩师握手，好不好？而且他们两个是人来疯啊，如果你想要跟他拍照或者请他摆 pose 给你也可以哦。好，现在呢在我们舞台区二看到的就是莱恩师，他要做360度的大旋转哦。Thank you.